我现在呢就在云林县，那么在这里呢今天晚上呢就会举行大型的选举造势活动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差不多傍晚五点多钟啊，这个已经是红色的海洋，这椅子一排一排的密密麻麻的，前方呢就是这个选举人的到时候造势的这个讲台。各位听众，今天有少数民族哎，穿着各族服饰，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安检的阶段啊，所有之前的场外人都已经被请出来了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安检的门，这些支持者们都是坐着大巴车来的，你看有18车、17车，这是11号大巴车，北港，来自北港。你看这一车一车的拉来的这个选举民众啊，像不像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进场啊？都是来自云林县不同地区的。媒体，美国之音，美国之音，来，好，谢谢。你拿到了一个媒体证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坐到前排的媒体区去。那可以看到，在我旁边呢，现在有很多举牌子的工作人员，比如他说土库，请跟我来；什么口湖，请跟我来。这来自各地不同的参赛选手，马上就要入场了，大家拭目以待。请问你们这是在分吃的吗？嘿，对，这是什么？给谁的吃的？这边的那个来参与那个今天那个志愿者。嘿，对。啊，这都有什么？我看有个茶鸡蛋，有个茶叶蛋，还有一个那个包子。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志愿者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吗？就是来这边，就是来参与我们爱台湾。爱台湾，对，是志愿为了台湾，为了台湾而出来，嘿。哦，这边还多了很多年轻人志工的身影哦。你们都是当地人啊？对。那么来台北第一天啊，我们就说要寻找这个夜市里的民主香肠，然后后来就一直搁置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云林夜市，来这里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民主香肠啊，还有自由炒饭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民主香肠吗？这西瓜长得跟冬瓜一样，而且它叫西瓜牛奶，搭配还蛮特别。他们都在吃盒饭，暂时还没有人在买夜市的东西。最怕